感谢他们的舞姿，跟大家一起来做龙背的音乐会。那大家一元不嫌少，金元不嫌多，欢迎自己可以慷慨解囊，慷慨解囊。我们今天全数的所得呢，都会捐赠给我们苗栗大湖广爱教养院，希望大家可以尽一份心力，把这份小爱传承出去。跳的最高的那位呢，他就是我们的广爱舞王小张。广爱是属于长效型24小时的下雨肌肉，学生呢都非常的辛苦，尤其是老师，要照顾这些天使们。如果大家可以展现你们的